有好多人讀錯呢支嘢咧，以為佢叫 BB 啊，但係其實佢叫 B 啊。冇錯，相信有 follow IG 嘅朋友應該都知道，我剪咗頭髮。其實唔係話真係好短嘅，但係因為我不嬲咧，我頭髮長度係到呢度係過胸啦，但忽然間我就冇咗呢一撅咯，有少少空虛嘅其實而家，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啲頭髮首先之前漂咗太多，佢太傷啦，同埋之前我染嗰個藍綠色嘅頭咧，因為我係自己染嘅，藍綠色呢個頭我已經 keep 咗一個月，可能我頭髮太傷嘅問題咯，我自己點樣再去染咧都係唔想色嘅，咁所以咧冇辦法之後。我就唯有去找髮型師搞一搞，其實本身就諗住去做個 treatment 焗下油嘅啫，但我髮型師實在係再頂唔順啦，所以佢最後就幫我染深咗，同埋幫我剪咗咁大截嘅頭髮。但我 OK， 因為我啲頭髮其實再唔剪嚟度都冇用，所以久違嘅短髮。不過我覺得而家咁樣咁短，其實都幾方便，至少我吹頭嘅時間咧係縮短咗好多。這個唔係黑色嚟嘅，佢係幫我上咗個深灰色咯。但是因為我本身頭髮太爛的關係，現實看我的頭髮其實是深綠色的，鏡頭可能不好割眼，但是之後如果我再洗多幾次頭的話就會慢慢變得更綠，因為之前那個藍綠色實在太吃了我的頭髮，所以沒辦法，我唯有一路這樣找深的顏色去蓋住它。好，所以呢最近就會用這個短髮來跟大家見面，但也好的，因為由現在開始呢我就再不用只是穿黑白灰的衣服，我可以穿其他顏色的衣服，因為說真的那個藍綠色的頭呢都好影響著衫嗰個顏色，咁所以而家咧就可以變翻正常人啦。咁而家咧，我俾大家睇下個天，天氣超好咯，一嚿雲都冇。因為琴日落雨，因為通常落完雨之後嘅嗰日咧，天氣通常都會好好，係一片晴朗嘅。本身好想出街啦，但唔知去邊好。但今晚我朋友問我去唔去高橋玩啦，所以啱曬，梗係要去啦。所以而家咧就要出發啦。佢叫我拎樣嘢俾佢，這個酷炸。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佢要呢样嘢嚟做咩咧？阵间开估俾大家知。Hello， 嗨，你好。我呢个酷仔喺我嘅右手度，呢个袋度。咁嗌咗做。好，所以我今日嚟咧就系要整呢个泰国腩。呢个叫咩？糖饼，韩国嘅一个非常之传统、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小食。我系睇过好多次，亦都食过，但系一次都冇整过。然之后我 friend 话我整，所以我就嚟凑热闹。收到二万零。안되면이렇게저어주세요설탕이녹을때까지자라고있는거네좀먹고또다시자와푹빠오잘됐어잘한다아비누어된거같아빼야아오어어떡해깨질것같은데가요네우리가자오됐다한번에성공어달아달아설탕이니까그거 食거완其实如果食晒成个咧，即系食晒两羹糖，超甜。诶，大成功。원래밑에뭐좀깔아야되는데떨어질수도있으니까그네번한거있을텐데이거일단뭔지좀알아야돼일단이것을슈츠라고합니다특징이어떤것인지보니까이거좀못해요내가색깔이예쁘다아땡소소지好似是这样跟住然后大牌色这样是吗是啊因为我记得是反对的即是1 2 3 4 5 6 7 8即我咯好正啊！我冇試過喺韓國打麻雀，十年冇打過麻雀。我打麻雀嘅時候最唔中意就係慢咯，所以我通常咧，我第一下就會抌啲慢出去。死啦，講咗俾你聽添。OK。哦，이럴때는碰，그다음에有個打遮慢字。Sorry， 但有我就會碰噶啦，因為而家要食雞糊，因為而家要食雞糊。係。헷갈리지。哦。이런식으로해도돼이렇게하거나이렇게하거나대신그또필요해이거버리면찬스두개있고나야나야나내가먼저준잖아스피드아니스피드아니지스피드아니야둘다이기는거지꺼내一炮双响我哋而家好认真咁样，真系用呢啲筹码嚟玩啊！我哋玩四圈，玩完四圈之后咧，唔系四圈，四铺，四铺，然之后就食饭。잠깐만나펑또
하나 버려? 아, 나 이긴 거 안 찍었어. 이가 주의색과 와유 마주 보고 허리 잠주 이녀석이 허리가 매도 都唔係好似提子，但係佢超甜超甜，但係佢好味。단무지도설아서아맞아맞아저도빵집이런거아니면밥그릇냉그릇으로하고싶어요2:52啱啱翻到屋企，冇错，我身边嘅朋友大部分都系夜影人。然之后啱啱翻嚟屋企嘅途中，睇翻琴日出片嘅一啲 comment。咁琴日咧，我系出咗呢一条同韩国人一齐去投票啦。睇到好多留言好无奈嘅，就系话，譬如呢一个香港就系香港，韩国就系韩国，点样学啫？或者系点解成日将香港同外国比？其实讲真，我冇必要拍呢条片嘅，因为韩国嘅选举根本同香港系冇乜直接关系噶嘛，同埋好多政治啊、选举嘅呢啲，根本香港人系冇兴趣嘅。最主要目的咧，系希望透过韩国呢个选举而带出香港又是一年一度的登记做选民的时候了，因为可能很多我的观众是刚刚满十八岁或者是还未知道这个消息的，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我观众看完我分享的片，然后得到这个资讯之后去为香港出发一份力，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我看到留言有很多人都看得出我的用意的，非常感谢大家。而大家5月2号之前够称的话，请即刻去登记做选民，要 link 放在下面，大家 click 进去就可以了。希望可以有多少人知道就得多少人知道，但是个观看次数不算话特别多。其实很多时候有些题材我是特登拍出来是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很可惜吸引不到很多人看，反而大部分的观众是喜欢看我的日常生活。其实我内心是很多谢大家，但是同时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喜欢一些我特别分享的资讯就好了。但可能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我可能将件事包装得不够好，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不吸引，所以没有被我吸引到入来看了。好，讲完啲严重嘢之后，分享啲比较开心啲嘅消息，就系咧已经开始默默筹备紧我呢个频道会员啦。然之后咧，我呢几日咧有准备咗一啲我自己画嘅好得意嘅公仔。咁因为如果你成为咗频道会员嘅话咧，系会有个徽章。咁因为我个 followers 咧系叫做小蜜蜂啦，咁所以咧。个频道徽章都是蜜蜂嚟噶，系咪好得意啊？如果你是啱啱加入的话咧，你系呢粒嘢咯。咁之后你就会随住时间，你就会慢慢越嚟越变唔同的蜜蜂。咁我暂时画咗1、2、3、4、5、6呢个 tab 咧，我都系早几个月先抄翻出嚟啦。我就喺度无聊画咗好多画。呢个就系之前整嘅铺面嗰个乌冬披萨蛋糕，然之后呢啲全部都系我嘅杰作。然之后这个是之前我的壁杠的一个瑞士的拍摄场地，之前从来都没有展示过我的画工，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画画是不厉害。自从我找了这个 tab 出来之后，我就觉得画画很有趣，所以我其实好像有少少喜欢了画画。之后呢可能大家会在 YouTube 又好或者是 Instagram 都好，会可能见到很多我用这部 tab 画出来的作品，不过都不敢答应大家会不会画到出来。频道会员就慢慢准备中啦，预计会是在4月内正式推出啦。同大家保证啦，如果你成为了频道会员的话，你看到的内容一定会是更丰富，绝对是不会有那种将本身的内容减少然后将那一 part 搬去频道会员，是绝对不会有这些事发生的，所以大家请放心。如果你不加入频道会员的话，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一样会有平时大家看到的东西，只不过你成为频道会员的话会更加看到不同的内容。至于是什么内容的话呢，就可能是一些我平时拍片的 NG 片段啊，或者一些花絮的 behind the scene 啊，或者是大家如果是 follow 了我很久的话呢，都应该知道其实我是很少开直播的。但是成为了频道会员之后呢，同频道会员的大家呢就可能会成日开直播啦，然后可能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更私密的情报。那这个呢就未完全决定好，所以大家 keep 住留意个 vlog 就可以知道我的消息了。好，咁我知道大家咧睇我的片咧，应该系最期待主食嘅嗰一 part 噶啦。咁但系由于时间关系，而家已经有啲晏啦，所以听日起身就会煮个早餐，然之后就会完结呢个 vlog 噶啦。好，听日早餐见。
薯仔餅同埋之前食剩嘅泡菜湯。